Oder? Hey!还搁他往眼里照。 这要是刚直播，我就给你们讲解，但是大晚上懒得讲。 哎，草莓蛋糕好好吃的火锅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。 这没什么好讲的。 像我这种选手，是不是有短板的这种？虽然我现在改拳头，短板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有短板的，是吧？然后跟别人钢枪也没那么猛，是不是？我这种选手都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，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点，就是也不是说优点，就是打架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会打。 就是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。这个时候，有的时候在，有的时候也在赌，你知道吧？赌别人在干嘛？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我的操作很奇怪，完全就像白送。但如果这波我赌对了，这波我就起飞；没赌对，我就是死一下而已。有时候也在赌，这种我这种情况就是爱赌。我赌对了，这波就起飞。有的时候不用赌，有的时候对面已经在走。 走进我的脑子里了，我都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。这个时候就没必要赌。那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视野盲区，比如说你不知道对面在干嘛，那个时候你就要赌。我赌他就不知道我在这里。哎呀，又漏枪。 我不做指挥，我有性格缺陷，兄弟们，我比较容易暴躁。
你们让我做指挥，你们就得天天在新疆主场听我骂人。感谢小王的高能预警，感谢小王的高能预警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喜，老板大喜，老板大喜。我比较急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 S19年第一个赛季，我不是沙漠指挥吗？你什么？我在这个皇帝，我在这个皇帝。然后他这边不是有大仓吗？这边不是有那个集装箱吗？皇帝不是有集装箱吗？他就从这个集装箱往这个山上跑啊，不是，他就从他这个防区往那个集装箱跑。那时候好像有个集装箱。哎，我来这。好，行了，挺好。谁死？不用补。哎，为啥不死？走了。他就从这个防区，我就往这个山上跑吧。他那时候在跟我们骚，他跑了2步，直接被我秒了，秒完我就给他补了。然后当时我说出去贼牛逼的话，但我忘记我当时说什么话。反正当时我贼口臭，你知道吗？我直接嘲讽。我当时，哎，我忘记了，我现在已经想不出我当时会说那种话了。我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。我那声叫的贼大声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只直接把我旁边的人吓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声只能从我这个对战席骂到那个对战席，他们绝对能听到，戴着耳机都听得到。好像就三个人吧，不会再来第四个人吧。死完了。那个是我最牛批的一个光辉战绩，然后后来就打国际赛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国际赛，你说你口臭是吧？老外也听不懂，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 PL 步入正轨，步入正轨，我当然就是干点正事儿的，就是，我就改邪归正。我刚打 P2 时候我还17啊，是17吗？应该是17。
也不是，我口臭那个时候，啊，是十七，17还是16，忘了，很早。那个时候老胖了，我靠！那个时候人家让我减肥，让伞兵瘦一点，不要再吃。我16打的职业，我打很早了。这就要躲雷啊！有几人要冲了？我靠！哎呀，我判断错误了，我以为他那里有毒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边是有毒，我寻思他不敢出来，他也吃血，这 M 型。